早年在香港，活动就是的老太太，他老人家往生就是这个样子，活动就是本身是将军啊，全家是基督教徒。老太太念佛，不过她很孝顺，很难得。家里设的有佛堂。老太太念佛没有干涉，没有障碍。所以他们家里信教自由。老太太一生没有一句话劝儿子媳妇念佛。临终的时候告诉他的儿子媳妇孙子，我要到极乐世界了，我走的时候你们念几声佛号送送我，算是我们的母子之缘。走的时候开往生大会。招待，那时候有新闻记者看老太太怎么往生，老太太跟大家告别，最后她说佛来接引我了，我跟佛去了，就断气走了，所以渡了很多人了，以后活动就是全家学佛了，渡了他一样，这老太太厉害，最后这一表演，全家相信了。这真的不是假的，所以香港东林觉院那个房子就是河东他们的产业捐出来做道场，供养三宝啊！我三十几年前，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，他们把这个事情讲给我听那老太太走的时候，真的是得三宝加持那么清楚，一点不糊涂，虽然有一点病，很轻。你看临终讲得多清楚，讲得多明白，交代完了走了。所以自己得欢喜心。凡是参与那一天参加这个往生会的，没有一个不欢喜啊！真看到了，香港以前英国人统治啊。基督教的天下了，他这一表演，让这些外国人都看到了，还有就是这个，谭旭法师，在香港往生的，留下的舍利。这英国人不相信的，真的吗？金屋子，铁锤砸不烂的，他们真的拿铁锤去砸，铁锤砸到里面都凹下去了，舍利子一点损伤没有，这外国人相信了，真叫金屋子。那铁锤骨头都会砸烂了，他为什么这个砸不烂？这些都是表法给大家看的，告诉大家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所以业障消除，舍身
生极乐世界了，啊，那是一弹指间呢、啊。